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没有啊。我想要对表示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ve you。 好熟悉的酒香味，该不会又是阿飞吧？哟，谢大哥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小美人，你是半夜三更的带着这么香的酒坐在男人的门口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想与段叶刀一战，你帮帮我。就为了这个？嗯。谢大哥，帮帮忙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帮风花雪月四位神仙的忙，其他人呢都免谈，不好意思啊。哇，你干什么？卖艺不卖身啊？赔礼啊！谁要买你这个赔钱货？我好了，你进来吧。实在有雅趣，阮厝边迄个小姐实在有雅趣。阮想要对表示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ve you。 为什么要我穿成这个样子啊？你穿这件不挺好看的？行了，别看了，走吧。哎，你要顶着这头发出去啊？不然呢？来，我给你梳个头发。你人胸无大志，就想给以后的媳妇儿啊做个簪花梳头的丫鬟。真难看。先生，他这是练的什么功呀？奇奇怪怪的。哎，别管他练不练功了，先生来教我们唱曲吧。对啊对啊。燕雀来归弟子香，千沟百梁小姚娘。哎，这个姚娘是谁啊？莫不成是先生的心上人？我能有什么心上人啊？要是有的话，那岂不是辜负了满天下的红颜知己吗？要是讲不明白啊，就压在我们羽翼班当讲述先生，不用走了。赵姑娘，你说好不好呀？你们问他就好了，问我干什么？我这个小爱徒啊，就是一个满脑子想着刀光剑影的武士，根本不解什么风情，你们就别逗他了。算了，就是，咱们继续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没有啊。你现在是不是心跳加速，浑身冒汗，双颊滚烫，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？我没有啊。阮想要对表示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ve you。 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欠揍，你欠揍。